Thank you. You know. 一进来的时候很宽敞，这边有一个炫壁的墙，然后里面都是白白的。这边就是雅琳区，然后这边还有挂一些挂钩，雅琳区站。然后这边就是雪白色的器材，哇，非常的舒服。置物柜超级大，而且白白的，好好拍哦。怎么有个猛男？它的女厕超美，我很喜欢，也是白白净净的，镜子很美。然后这边是卫浴，卫浴就是有三个洗澡的，里面有洗发精、沐浴乳，赞。然后一样三个镜子，吹风机。这里是他们的有氧区，就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边还有柱子后面还有两台八台的跑步机，然后这边有两台脚踏车，两台滑步机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饮水机。帅哥，他是谁？他是我老公。超漂亮，一进来就让你很舒服的感觉。重点是整个氛围就是很新，然后很舒适。可能因为现在人流量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运动起来其实是舒服的。加上它的厕所啊等等都很干净，
那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器材跟器材之间是比较近的，所以会有一点点容易被隔壁的干扰到。对，那其实其余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棒的。那你？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太喜欢在地下室做训练，因为空气的流动问题。来这边的话，就是它的空气不会让我觉得很闷，然后再加上可以现场可以看到它的灯光都是很明亮的灯光。因为像有些地下室，它如果灯光是比较暗色系，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在梦，我是在做梦，推到不知道推到哪去了这样。所以我其实自己还蛮喜欢这边的环境，器材也是我之前没有做过。没有 leader， 嗯，整体来讲我蛮喜欢这家 PT 健身房，很赞，推赞。好，结束，我们要去吃饭了，终于要回家煮饭了，拜。